今天我们已经走25公里了，都是山路，那剩下15公里路，脚开始痛了，说不定是长水泡了。我到现在走了一个小时，我们已经走5公里了。我们现在全部圈长，我们现在走24分之一，所以我们等于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我们明天走24小时就到了。早上9点，我们还可以去台中，有没有去吃冰？有没有？真是哦，哎，真的，我有耶。等我们真的是已经扛不下去了，现在也已经晚上8点了，完全是走不完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呢人在桃园的杨梅火车站这边啊。杨梅火车站在哪里呢？是在桃园偏南边，快要到新竹的那里。至于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是我们要参加一个企划，我们跟我的朋友啊，要徒步的从这里呢直接走到台中100多公里的路程啊。至于为什么会参加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坐在书桌上在滑手机的时候 ，IG 限时动态出现了这一个东西，然后我看了看就想说，哎，这确实是一个蛮酷的挑战。那这次就刚好来体验一下从桃园走到台中到底是什么感觉？那我们就走吧。麦饼啊，超好吃！等下不走，等到1号，等下晚了。右转就到交大了。你猜我们现在走了几公里？一，我走1公里啊，很快的。现在因为外面在下雨了啊，我们今天是一门多雨，哇，我们鞋子现在已经有点湿气在里面。我现在思考，等一下如果雨一直没有停的话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办？是不是要买个胶带把鞋子缠住啊？说不定是一个好办法。你没有听过湖口老街吗？我是根本没听过啊。我们终于要离开桃园市了，桃园市，祝您旅途愉快。看我全部的高，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。那 Seven 看起来好屌哦，好大哦，好大哦。后期是蛋，多多更好喝。我到现在走了一个小时，我们已经走5公里了。我们现在全部圈长，我们现在走24分之一，所以我们等于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我们明天就到。24小时就到了。早上9点，我们还可以去台中，有没有去吃冰？有没有？真是哦，哎，真的，我也有耶，你赢的对。为什么小人国的英文是 Window on China？ 想不到吧？太扯了吧？为什么啊？前面在施工，所以我们只能走那个分隔岛啊。哎，施工，你好强哦！镜头前面的我女友，你看好了，不能高啊，记住一点啊。其实那个人走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土巴拉最麻烦就是你要先看它外面有没有洞，外面有洞，你一定会啃到一只虫。这个都没有洞。啊、哦，现在硬到爆炸，树下还没熟。啊 ！No！ 谢谢。我们到了湖泊老街了，左转进去就到了。所以我们要往上面走哦，没错，过这山路就到新竹市区了。对 ，OK， 这是什么林间历险啊？真的，刮，路过来刮，有吗？有中吗？没有，并且是共猪，对，好奇特，啊没有，共猪。我们做了一个提防，耶！你好，再进一个。哇！进去！啊，
反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是大概到新竹市区了。啊，我真的是太久没运动了，所以我现在膝盖真的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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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大酸。那我们等等应该会不会找个地方吃晚餐，然后再到我们要睡觉的地方？忘记带毛巾了，只能从这边买。到底有什么毛病？刚刚是因为那个大桥人走不上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搭那个计程车过这个桥。哥，我太久没有运动了，现在已经到交大的外围了，真的只能靠一直在撑。我的脚真的超级酸，我是用拖着脚在走了。那等下我们可以好好休息，然后明天不会感到酸痛，不然就要去买酸痛贴布了。出门前我妈还跟我讲，叫我要不要带，然后我就说，哎呀，我不想这么强，不用了。打一个巴掌 ，OK。哎，这边客能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睡觉的地方了。刚坐下来。好舒服，真的好爽，也难。哦，这边真是痛到想按摩哎，不然我觉得明天动不了，完全动不了。然后还有我的肩膀其实也很痛啊，毕竟刚刚我量一下，我那整个装备的重量是九公斤啊，当当于我背了九公斤，走了26公里。我其实觉得我肩膀已经，尤其是右边的，因为我的。空拍机是偏带是背在右边，所以我右边肩膀特别痛，它已经快去了。哎，不知道明天变怎样，那就明天见。今天是第二天，我们的斗志好了，至少我的斗志不怕被磨光了。他们看起来更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病。我现在。我已经开始累了，才走不到一个小时，超可累。到了走下坡比较爽，真的。我抓了一个，哇，今天超爽，真的超爽。那个整个腿部的压力减少很多，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登山杖。那我这根太长了，这根看等下可不可以把旁边的枝叶削掉，它就是一个完美的棍子，超爽，男人的梦想。我们等一下是要爬前面这座山了，等一下这座山还要再爬一次上坡。对啊，我们就把那个山移走就好啊。愚公当年也是这样啊，古人的智慧你们是要学的。拍一张照，然后说走错路了，不到哎、欸。可能这边到孔才更紧。Holy fucking hell！好好，我来解释一次。我们现在状况就是，我们走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发现，哎、欸、干，这边有条路要走进来。走进来之后发现，哎、欸、前面没路啊。那我们把它放大来看，它真的是没有路的。好，不止真的没有路，我们沿着这条路走，这边都还是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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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路缩小，我再缩小，干，走到这边，这样放大，还是树，这根本都不是路。疯狗、哦，我们要为了。一碗芒果冰，走一个慢21分钟的路。芒果冰，我们只是不想走上去而已。你看这个山，我们完全不想走。芒果冰，好，芒果冰，走吧，芒果冰，芒果冰。时隔多少？3个小时，终于看到一个便利商店了。啊，午餐。因为最近这附近真的完全一点餐厅都没有，我所以简单来说，其实我们现在有点是像是要绕过我们左边这个山，所以我们要先往北走一点点。对对对。然后绕过这个山之后，才能继续往南走。哇！哇，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累到没什么时间来拍一些片段了、啊，很多地方都没有拍到。
真的太可悲了。哇！关哥！哇！关哥！安妮，走了好几公里来吃这边的芒果冰，结果。跟你讲，如果他今天是芒果冰，我还不会那么生气，对不对？他今天是芒果牛奶冰，哎，我就受不了了。您到苗栗这边了，你看，要北上才到得了新竹。哇，刚刚发现脚开始痛了，说不定是长水泡。哇。刚刚没有吃到芒果刨冰，我们太不爽了。我至少吃个芒果刨冰，刚刚真的太过分了，那点。所以这是你刚摘的小橘子，超酸，超级酸。Oh fuck！ 酸到一个爆炸，真的。啊！我现在天色已经越来越暗了。然后是我们刚刚在便利商店那边把我脚趾缠上卫生纸之后，他现在已经越来越有感觉，越来越痛了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吃水，我应该要吃水泡了。他真的走到太累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大概已经走了四五十公里左右。重点是还有什么背着这个九公斤这种东西，有背东西跟没背东西真的差太多了。哎。刚刚那一台列车走一秒，可能相当于我们走可能一分钟吧。从早上走到现在最繁华的地方，哎，天哪，我终于回到都市了。平凡。今天我们已经走20公里了，都是山路，那剩下15公里路程，我们真的是已经扛不下去了。现在已经晚上8点了，完全是走不完的，所以我们借了 U-bike， 然后打算骑到最近的那个地方还，然后这样之后再走大概5公里左右就可以到了。这样的话，应该在10点多的时候就可以到我们住的地方。OK， 你在跟谁讲电话？你在跟谁讲电话？闭嘴！好了，我们开始骑了，拜拜。脚车真的超快的，哈哈。那雾真的太大了，要小心点。基本上100公尺之外就差不多看不到了。啊，苗栗火车站，我们骑了多久？2个小时，1个小时。苗栗，苗栗，谢谢你。苗栗夜市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刚好去夜市买东西，然后回饭店吃。我的屁股现在超痛，那个皮都一直摩擦啊！啊，我明天不知道还能不能走，我已经快去了。来吧。你今天主心菜，你要先加水把它冰好。刚刚呢，我把袜子拿下来之后，我发现我脚上它是真的长了一颗水泡，你们看这个水泡非常的明显，你知道吗？这颗凸起来的东西非常明显，哇！而且就是走到最后，其实那个刺痛感觉真的是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我其实有点不知道明天要怎么走，那就只能祈祷它今天晚上会治好，不然明天很简单，我就下去，我就是要忍这个痛，哎，没办法。